但是许冰确确实实就是顺德的亲爸。不好意思，麻烦您让一下。啊，怎么了？什么事？啊，您好，这个是病人的住院费和手术费，需要预交一下。你给我吧。 许冰的儿子，说话呀！是，大哥是许冰的儿子。我也是有一天晚上听到妈给奶奶这么说，说大哥是他捡来的，是许冰的亲儿子，都做过亲子鉴定。不是二哥，你知道吗？许冰那个王八蛋，一天到晚缠着妈说要把大哥要走，我生气呀。 所以我今天就特意去棋牌室找他，还在那欺负大哥，而且把我给打了，所以大哥就追着他出去了。然后就，不是这么大事儿，你早点告诉我呀！你看，我错了，还不行吗？二哥，你不要再这样了，我现在也很烦。 许冰人呢？跑了。
就是怪我太自私了，害怕失去顺子。是，做过鉴定了。不知不觉的，他手都长这么大了。小的时候，你的手又肉又烫烫的，他可爱牵着你的手了。你胆子又小，走到哪儿，你都让妈牵着你的手。小时候还特别爱哭，爱害怕，尤其是一到夜里就哭。后来妈就想，以后你怎么办呢？20岁、30岁、40岁，你也得变老啊。可到那时候，妈妈都死了。谁照顾你？谁给你遮风挡雨啊？妈也想过，有小刚，有天明，他们都会找我。可是他们也得成家呀，万一那时候他们顾不过来照顾你怎么办？后来妈就想。一直陪着你。你受罪了，孩子。等你好了，妈带你放风筝，啊，放特别特别大的风筝，然后带你去东湖。咱们到时候把那个点关了，不让你在那儿受气。啊，顺子，顺子你醒啦！顺子你醒啦！疼不？要喝水吗？啊？冷，你等着妈给你叫大夫去啊！你等着。啊？怎么了？走不走？妈不走，妈陪着，妈陪着，妈就在你身边陪陪你啊，就在你身边陪着。哦，忍着忍着，儿子，忍着点儿。顺子，顺子。
陪你看喜羊羊啊。小刚啊，你不能总是这样。其实你哥哥没有走，他只不过是去了一个很远的地方，你们见不着面而已。哎，我老伴儿也去世十几年了，现在我还经常和他在梦里吵架。哎，今天早点回去吧，啊，陪陪你妈。好几天没看到你了，要不进来喝一杯水吧？哦，我现在没事没事，来，过来拿，坐。
说实话，这两天挺想去找你的，挺想跟你聊聊天，想安慰安慰你。可我这人嘴笨，不知道该说什么。我知道这次对您打击太大了，我也很担心你。我真的很希望你能够重塑信心，不要沉浸在这种痛苦里面。我知道这说起来很容易，可做起来很难。可你要知道，是你给了我信心，坚定地留在谈话里。因为我来到这儿，我从你身上看到了很多很多我之前从来没有看到过的坚韧。这种坚韧的性格我很感动。你一个女人带着三个孩子扛了那么多年，在我看来太了不起了，真的。所以我一直在这里努力的画画，努力的去寻找这种东西，其实是你给我的感动和力量。所以你的高兴，你的快乐对我来说也是很重要的。再说顺子是个好孩子，他在天之灵也不想看到自己的妈妈因为他自己的离开而消沉下去。像一场梦，希望这梦赶紧醒。可是醒了还是这样。也许这就是生活吧。我明白你的意思，我会坚持下去的。还有像我这样的人。知道吧，放了吧，高老了。
妈。公司现在的运作很正常，我们现在主要是把昙花林改造的方案拿出来上报市里，这样的话我们才可以。林总，我出去接个电话。好。喂，妈。天明啊。你得去跟你哥去选一块墓地。还有，你去找徐冰问问。问问看。你哥的生日到底是几月几号？我想以前给他过生日的日子可能是错的。放心吧，妈，我这两天就去办。给大哥买块墓地。天明，跟你大哥在一起的时候，你会觉得这个世界很简单。我和顺子有缘分。这样吧，把买墓地的事情交给我。不用了，林总，我可以的。听我的安排，这也许是我帮你们家最后一次。娇娇，你打算开店了？开吧，早一天开比晚一天开好。你再多休息几天，别着急这一时半会儿的。就硬撑着你，这也不是休息两天的事儿，日子不还得一天一天的过下去吗？我知道。为我自己，为儿子们，也得过去。我想顺子也愿意我早点把店开开。就是的。行，那帮你收拾，来，咱帮你收拾吧。来，别行动。许冰家那儿，谢谢。大哥生日多少？我不知道。他亲爹你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你回去吧。哎，你给我出来！干嘛你？我大哥他死了，你知道吗？都是被你害死的。你还是人吗？不是，他怎么死的？追你的时候被车撞死了。都是你害的！我们给他定的墓碑，不知道他生日，我是来问你生日的，不是来跟你打架的。
告诉我。是他亲爹，你没养过他，这是你儿子的亲爹。我真的忘了。你忘了是吧？你忘了你？我想想，我好好想想。好像是三月几号？几号说？九号。等死吧，你就。现在看到的这片园区是我们整个陵园目前环境最好的一个位置，因为它的整个配套景观设施包括绿化的话是现在我们规划的比较漂亮的一个位置，客户首选基本上都在这里。然后您可以看到包括整个风水环境的话，它讲究的是靠山为大，也就是说越靠近山脚的位置它的风水环境就越好。然后这一块它是一个欧式的艺术木型，也比较符合我们现代人的一个审美观念。然后这边您可以看到正好有一块福地是空着的，您看一下您觉得满意吗？这个要多少钱？这个现在卖12000块钱。12000。怎么样？觉得怎么样？我觉得挺好的。那行，如果您觉得满意的话，我们现在下山去办手续吧。好。我让你问徐冰的事儿，你问了吗？天明。问了。原来大哥是三月份生的。哦，大哥墓地我也弄好了，就在城北。
你这个妈能当成这样已经很不容易了，顺子再添努力，他会感激你的。 请我吃棒棒糖，现在让我请你吃吧，你就慢慢吃吧。 顺子的生日不是5月20号吗？刚才我看墓碑上，怎么刻的是3月9号。是3月9号，还是前两天从他亲爸那儿知道的。啊，这么多年我们一直不知道大哥的生日。妈一直按我的生日给我们哥俩过，我的生日是5月20号。 送送你，我把你生下来没养过你，这么多年我一天都没照顾过你，你要愿意恨，你就恨我吧，我不好，我不对。
道吗？我这辈子没干过一件光彩事儿，我有不了好结果。我孩子，你一路走好。如果真能转世的话，你一定看好了。下辈子千万别再找我这样的爹儿子。何先生，哎，我希望吸取上次的教训，不要再光凭档案，或者是从旁边听到一点什么消息就来邀功请赏，可以吗？是是是，我知道，上次是我工作大意了。林总，您放心，这次我保证一定要准确。没有确切的证据，我是不会向您收取一分钱的。哎，上次啊，好了，上次的事不要再提了。我希望我再见到的是确凿的证据。是，我一定。谢谢。好。